Yes. 근데 이제 그 저는 여기서 거의 진나의 형진 미우다의 허와 시작하 기아의 외성 의식의 완진 조동 위험한 템페이라 공공의 과의 과제 집비 절망리 어 띠그 원티 지원 지수의 18 오케이 相信这个有名的动画，大家都有看过。然后，那这个就是用最经典的三连消游戏模式来进行。我来看一下，哦，它变成帽子耶，帽子星星，很像80光年的飞机的形状。其实偶尔消除玩的消除游戏也不错啊，而且那个糖果看久了也会腻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酷很快，上面还会有那个蝴蝶在那边看的。这个偶尔消遣一下也是不错的。OK， 通过第一关，银奖。第二关，消除21个蓝色的。好，我们来挑战看看。不错，它还会有提示。像我刚才滑错一个，它就有提示。想想。看，你太久没动，它就会有东西亮起来提示你说要消除哪一个。而且我们终极目标是要把蓝色消掉，所以要先想办法把蓝色以外的东西消掉。你看这样子就会，然后有时候就会这样运气好就会有 combo 直接掉下去。OK， 酷耶！通过第二关 ，Yes。跟地界这些草牛什么？帮忙整理房间，什么意思？第三关，创造一个红利，哇！加强版，刷洞就可以启动，再上点两下，哇，酷欸！原来这种消除模式还可以。变化这么多啊，真是不简单。嗯，这部不好笑。奇怪，给我点提示吧。我在消上面的。酷，太酷了！这关玩完就差不多了，来提示我一下，拜托！我要启动这个飞弹。忘记看，我目标是要消除20个绿色望远镜了，不然就无法通关了。
还有这个弹簧，真的是太有趣了。进入了，哦耶，酷的又通关啦 ！OK， 你讲 ，OK， 这游戏玩法大概就是这样子啊，有兴趣的玩家可以去下载来玩看看啦、想看更多的细节，订阅我频道叫做羽根羽毛的羽大写的 G， 想看完整版片，订阅我个人频道叫做 Alice 阿克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